而且北部地区是这28度到35度。在中部地区南投有小可落雨，温度是27度到34度。在南部地区屏东海兴村也是有落雨，温度是28度到34度。在东部地区拢是落雨的，温度是28度到32度。外岛的朋友，金门马祖是24度到31度。